嘿，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爱考甜甜的呀，小铃铛打个招呼。嘿，小伙伴大家好，我是小铃铛。Hello，欢迎收看我们的迷你世界。接下来玩的这张地图是粉丝制作的跑酷地图，叫做《审判鱼之跑酷感谢小伙伴的收看。》。好了，咱们看一下告示牌上的内容。我以后会多制作地图的，辛苦了。鱼你好，我是你的小粉，今天第一天给你做图，祝你国庆快乐。可能没有别人看我的视频这么长的时间，但是他是从我水星迫降开始看的。自从看了我的视频，他天天都盼着我的视频。哇！真爱，自从我玩了迷你世界，就跟着开始玩了。看到了可以给我做地图，他就想给我做地图，希望我玩这张地图。然后作者的话是审判流光，这是他的迷你号。喜欢这张地图的小伙伴啊，就快来下载吧。然后这下面有什么？此图已经审核，可以试玩。然后鱼不要欺负小铃铛，开玩笑，我怎么可能会欺负他呢？对不对？我就知道你要来打我。然后想问我一个问题，小铃铛是我什么人？她是我的表妹。啥？把我的小淘气跟小飞鼠收起来。好了，咱们重生点设置一下，然后把箱子里面的东西拿一下。哥，你的什么？啊？空的呀，好什么吧，都没有，他什么都没给我。我走了，再见。小铃再铛，见，小再铃铛，见，看我，再看我，见，看我，看再我！见，再见，等等，再见，你确再定不见，看哎我呦！吗？大表哥呀，直悠悠的转，直悠悠，直悠悠，直悠悠的转，转呀转呀转，转呀转呀转。好了好了，咱们开始跑吧。第一关，请开始我们的表演，小试牛刀。下面开始，开玩笑，像这种简单的跑酷，我连跳就要跳过去。简单，什么东西挡在我前面，真的是讨厌，好讨厌他。汽油。哎，第二关是蛋糕，快点过来。汽油。等等，哎，我的妈，我好像看到了什么。我好像看到了什么，什么东西？你跑到第二个你就知道了，会让咱们两个感受绝望的。这什么？什么东痛西苦啊？我大没看摆到。锤！你看这旋转的这个有没有像是那个锅铲啊？哎，你人呢？你人哪去了？我下来了。我就知道，这个好简单呐、啊！你跳跳，好简单，往后退，我一点都不往简后退，单。往后退，站在那个方块那边，重新起跳就跳得上来呀、啊，笨的！哎呦喂！哎呦喂！不是，亲爱的小伙伴们，你们想知道有一个这么蠢的妹妹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？真的。委屈宝宝。来来来来，我教你，我教你跳，我教你跳，你看着我，看着我，我的天哪！这个年呢？你能不能能不能让别的妹妹蠢一点？你聪明一点，往后退一点啊！我刚不是跟你说往后退一点，你再跳啊！哎呦我的妈！他就爱粘上我嘛，他就比较粘。你看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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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往后退一点，往后退一点，退两步，然后再起跳，不就上来了吗？笨的，是不是傻哟？我是有点傻，所以呢，往后退了呀。明明都已经掉下去了，为什么又把我给粘住了？就这么喜欢粘着我吗？我就这么粘吗？我是牛皮糖吗？不是小铃铛，你为何如此优秀呢？啊，朽木不可雕。我被粘住了，哥哥。算了，我直接往前走吧。我还是自己一个人面对这一关吧。想吵我？不可能的。想翻炒木鱼跟小铃铛？这，作者你办到了。嘿，嘿，嘿，嘿！我吃只鸡，我跳，我跳，我跳！哥哥救命！哥哥。
只差两个就跳过来了，我很厉害的。对，不是，翻翻，作者教你如何翻草木一刻小明白。又是两个。哎，想吵我啊？想吵我不存在的，不存在。哎呀！退！往后退，再往前，往后退，再往前，哎，往后，前前后后，左左，哎呀，我知道了，这个得开第三人称，简单，哎呦，这个我不想玩了，想吵我，好累啊，哼，不存在的，想吵我，哼，年轻的作者，小铃铛这种智商才会被你吵的，好吧？哎呦我的妈！没办法了，只能这样了。我再回去，我再教你一遍。要是还是还是教你不会，那你找头猪去撞死算了。嗯。看着啊！我就这样子走过去的，走。哎，我重生点是在这里。打个方块，这样子走过去，没那么错，这样子走过去。